且很可怕，会错意惹出大麻烦。你不是跟我说你不再买包了？这个不是我买的，这个是送的。老公死不相信，他就因为这样子来跟我咨询，说想要离婚。老板要出外出差，公司就拜托你帮我好好打理，他就把公司支票给开出去，被老板一状告上法院。他没有授权他去盖用那一张支票，伪造有价证就是3年以上的刑期，是非常重罪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熟女家务事。